你好看无？即马结婚吼，拢是流行韩式风，啊，我偏偏着改华丽风。即个耳环真做适合你呢，即个装饰是我甲一颗送互你的结婚礼。多谢你。啊，你是要多谢我放过杨丽妍，还是多谢我替你西装打扮啊？比起你是丽妍个前女友，我搁较介意你即摆新婚，就是我好姊妹个新婚。安尼嘛较差不多。我甲你讲哦，我今日哦是无特别打扮，较袂去抢你的风采。安怎？我对你有好无？视频啊，我毋是交代你出门之前爱食药啊，你敢有食？有啊，我著甲你讲啊，医生讲个性的问题啊。哦，来，咱来闺蜜自拍。啊，查某囝遮尼水啊，敢若仙女共款。啊，就要看是啥物事啊。佮加上吼，我送予伊个耳环，佮较水。我个仙女哦，着要出嫁啊，妈妈真正着替你欢喜。来，感觉目睭淡薄酸酸啊。阿姨，较控制啊，要哭吼，等等个皇帝去拍才哭。嘿，明慧眼线哦，是我代言的防水眼线。啊，你等下靠我变熊猫眼，我无胡子咯。对啦对啦，我会较控制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稍等有人哦，一定会靠个，不要更加大声。啊，对对对，视频你得爱传一大包卫生纸给阮爸，我惊伊真正哦，等下控制袂住。你今仔日哦，甲你人结婚了，以后你就是杨太太。玉清的新妇，就唔那是王乐生查某囝这个新婚啊。虽然你无甲玉清住做伙啊，啊，不过以后伊就是你的大家啊。你袂当像伊即摆安尼，甲讲耍神耍神。妈，我知啦，我刚刚伫厝内哦，做我的耍神公主。啊，伫别人面头前，我拢知影怎做啊。我嘛了解，玉清伊这个人是较传统，啊，不过伊心中软的。只要甲顺利伊，我相信我会当顺利 opus。啊，万一啦，若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，车袂好势，你就甲妈讲，妈去找玉琴来处理。阿阳，你也要创啥？啊，恁母仔拢把代志处理了啊，阿阳你也无代志做，恁敢会对伊伤好啊？这你放心，我相信哦，伫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丽妍哥绝对会伫我还袂了解状况，就替我解决。杨丽妍是做负责任的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伊有时阵做优柔寡断的呢。以我甲伊相处的经验吼，我建议你还是较强势的啊。你该调的时阵就是爱调，爱摕出你一家之气的气派。啊，搁有啦，千万袂当甲迄锁仔放伤远，啊无叫别个查某人牵去。啊，老公也毋是狗啊，哪会当绑伫身躯边？啊，你是无听过，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是家己的丈夫，一丈之外就是别人的。翁仔某两个人相定是互相信任，啊，若是无信任，啊，就算讲哦，规工绑伫裤头，心无伫遮，嘛是无路用啊。视频，你安尼讲我就好奇，你当初是安怎甲丽妍哥，啊，恁两个是安怎会行做伙啊？就大学的时阵识识的啊，啊，我迄当阵感觉，伊这人足有主见的，啊，搁足 man 的，啊，故意故意，啊，对查某囡仔嘛足温柔的，啊，谁知影交伊做伙了，我甲伊的故意是古板，啊，伊对人的温柔嘛是对所有的人，毋是干呐对我一个人啊，啊，尾后我着爆炸了啊，啊，即马想想的哦，迄当阵爱伊还搁要死要活，想着就感觉足戆的，更笑。医生讲是个性问题，食药嘛不好啦。啊，我看你安尼哦，即马就自在，阿姨真正就替你欢喜啊。我嘛安尼感觉嘞，我即马吼就是家己的豪门呐。就算讲我甲一科结婚，我嘛免红台婆家对。
我嘛希望明辉哦，会当甲主控权拢落伫家己的手头。啊，不过我阁希望你会当甲玉清好好相处，做一个好媳妇。啊，总拢蛮心情哦，真正是足矛盾。妈，我今仔日要结婚啊嘞，为今仔开始，你会当甲你的烦恼放伫你的脑袋仔内面。我捌失去过你，阁无捌甲别人交往过。所以我真了解，感情哦，上重要就是袂当委曲求全，也是委屈家己，尾啊就会得到足侪负能量，然后哦就毁掉这段感情。对啊，即马哦已经是阿信的时代啊，委屈家己袂当互别人幸福，颠倒互家己不幸，相思上公的做法。是啊。而且我嘛甲你两个讲好啊，我们用最真实的一面来面对阮两个的婚姻。你哦，就是亲像我同款，知影变通。啊，不过，阿妈，我知你要讲啥，你放心啦。玉清阿姨以后就是我的大家，我同款是我的妈妈。啊，我若是叫伊妈妈时阵，我就想着你，我就知影要安怎做啊。我听你安尼讲啊，我搁较烦恼啊。妈，阿姨，明慧真正准备好啊，你免哪烦恼啦。是啊，而且丽妍哥嘛主动甲我讲苏如姐有新的代志，安尼表示讲吼，以后阮两下之间拢无虾米秘密，且伊是我初恋，所以伊的优缺点我拢爱。会当甲初恋结婚哦，真正是做特别的缘分呢，祝福你。谢谢。安尼好啊，你甲你哦，赶紧生一个囡仔，不管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拢好。啊，阮是大吼，等妹夫赶紧抱孙啊。啊，万一若是生查甫囝，阮两个两人世界唔着第三者，就结婚尔。你有婚姻着风险，安尼我无。你即摆是咧学袂讲啥？你遐生囡仔，才会大汉啊。啊，无我掠准讲，你家己永远拢是囡仔。我反对。你反对什么？哎呀，这明慧还年轻，又是我们家的小公主，一嫁出去啊，要担媳妇的责任，也要担妈妈的责任，对她来说太重了。你就好好让她享受甜蜜的新婚生活嘛。明慧拢几岁啊？我细汉嘞。安怎？你嫁出去啊，搁要做小公主？伊甲你哦，已经无甲玉琴住做伙啊。啊，你是要让伊哦，以后伫厝内当伸手牌哦？你讲是想要生伊是？哎，我唔管啦，我就是唔甘啦。那是继续安尼落去哦，明辉哦，就要变高龄产妇啊，死狗要生哦，就会变到就困难嘞。啊，到底是要等到什么时阵啊？爸，你就让明辉甲丽妍哦顺其自然啦。啊，囡仔嘛唔想要滴着有诶啊。啊，不过。明慧若是会当哦，比珊珊较早有囡仔，而且大舅就包100,000大礼，好外外甥哦当做见面礼。闺蜜跟上，我嘛包三万。哦，安尼哦，妈妈替你做回来，啊，顺便顾囡仔。我50万，外加月子中心的钱，我包了。哇，果然是爸爸出去有够大方的啦。哎，你昨晚不是反对，就买包这么大包，安怎想要讲像做回来啊？哎呀，你要帮明慧顾孙子，又要帮她坐月子，这样很累的。我就交给月子中心嘛。想袂到生囡仔可以当趁钱，这你放心，为明仔开始，我甲丽妍哥会努力加油。嘿，是因为当趁钱，你才想要这么拍拼。无啦，我是因为你拄则讲要替我做回来，替我顾囡仔啊。我真的是能够世上只有娘家好，有娘家的女儿像个宝。奶奶啊，我今嘛就代表女方探访闹床一下。蔡明慧，祝你早生贵子，给那几雷够几雷。哇，蔡总，我今嘛嘛是明慧的闺蜜呢，当我家一口要结婚吼，红包要比照办理哦。绝对无问题啊！你即马是咱天成集团的销售天后呢，到时阵你结婚哦，绝对哦替你哦办到就是呀。哎，对了，这时辰是不是快到了？杨丽妍啊，要是敢迟到，我就……应该是哦，迎亲的队伍来啊，因为你先过。
双双对对，会记念你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。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。